毁掉吗？麻烦你重拍。我不要重拍，那个欧水晶居然还敢给编剧告状。为了戏好才会这样啊，你就这么想红吗？我很想红，就算作品毁了，欧水晶这个新人都要引起注意。哎，欧水晶导演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让开臭小子，这个家伙，这个家伙，你打我好了。哥走了，这种货色才把他带来当演员。走了跑了啦，这回会红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欧若拉公主全新2小时。